你是伫遮等我，我要来停车，等下就转来啊。紧转来就好啦，莫讲啊多啦。我就讲我要等去台北水游记啊，恁就要偏偏送来遮啦。飞机哦，我已经老啊啦，讲话恁拢无人要听。跟医生说好了，会派技术最好的护士来帮助你。那你等一下要乖乖在这里跟人家配合哦。我要去办点事情，很快就会回来了。好了，你就赶紧回来啦，别等我说话，搁恐怖你等你啦。好啦，爸。看恁家哦，不管是啥物物件，拢足歹的啦，家气也歹的啦，设备嘛歹的啦。用这款机器，咱台北都拢无咧用啊！你若搁咧用，用这个机器，会感染的几率有偌高，你知影无？阿伯，万阮家哦，这种机器拢是上新的呢。我这无咧甲你相信的，华联这个所在，哪有可能用这个上新的机器啊？我来无咧信的，这拢望人用，剩啊无爱滴的。阿伯。你即马爱坐好，莫乌白颠倒哦。我要看你的瘘管哦，还敢有正常无？在你啦。这是无菌的，你袂当碰着哦。哈。清彩啦。哎呦，你甲弄着啊！哇，足痛啊！歹势啦，歹势啦，阿伯，歹势啦。我同你讲啊，恁爸唔拉设备歹啦，田人的技术也歹啦。我伫台北住下，拢袂疼咧，伫你遮甲疼工咧。歹势啦，阿伯，真正就歹势啦，歹势啦。阿伯啊，刚刚小姐就一直叫你不要动，不要动，是你乱动哎，你怎么可以怪小姐啊？你是咧讲啥物啦？我讲吼，你家己一直动，一直动，怎么可以怪小姐？姬姐，你不要再讲了啦，歹势，歹势，歹势啦，真正就歹势。你干嘛跟他歹势咧？明明就是他不对啊，阿伯。你既然要来医院吼，你就要配合治疗。哎，你这样无合作吼，我们怎么跟你斗三工？你是安怎甲斗三工？你根本就是乌白阿母啦！你看，恁产这个医务人员的这个素质都贱卖啊！阿伯，你一直说花莲落后，那你就回台北去治疗就好啦。气死我！紧卡电话叫曹健来。歹势歹势啦！紧卡啦，紧叫伊来啦，我冻袂掉了。你去跟那阿伯道歉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阿吉，既然你已经离开急诊室，就不能把这边当急诊室。急诊室的每个人都是在跟时间赛跑，而这里的病人就好像在做功课，所以你要调整一下你自己。知道了。阿伯，我来跟你道歉，对不起。爸，你有没有听到？护士小姐特别来跟你道歉。爸，人家特别过来跟你道歉呢，你不要再闹脾气了。对不起，妈。对不起。四小姐，请等一下。嗯，四小姐，我来代替我爸爸跟你道歉的啦，真的很不好意思哦。不用啦，是我不对啊。我爸脾气比较坏，我知道，但他其实心地非常善良。以后就要拜托护士小姐，听到他乱说什么话，不要跟他一般见识，把他当作小孩子哄哄他就好了啦。不好意思哦，我刚来这个单位，个性又比较冲，所以才会惹你爸不开心。你放心，以后我还是会好好照顾他的。谢谢护士小姐，应该的。
你是走出去跟那副处长在讲什么？没啦，没讲什么啦。你去也没哦？对啦，对啦。妹妹的也好啦，啊，无这糟囡仔人脾气比我搁较歹啊。你来啊，阿伯，正常哦。阿伯，啊，你先倒嘞，吼，啊，我来帮你哦，做个。伊咧歹脾气的哦，咱哦，莫睬伊啦，吼。睡一下哦。好。阿姨，怎么样？那个歹脾气的哦，说回去台北啦。以后哦，伊就袂阁甲你欺负啊啦。无啦，阿姨，他没有欺负我啦。哦，无代志啦。休息哦。啊。唉，啊有岁数的人。脾气是安怎要喊会歹？爱体谅时岁，啊，即卖少年人哦，要上班赚钱嘛是真辛苦呢。下班喽，我先走喽。吉姐，你要去帮你老公送爱心便当哈。当然啦、啊，走了，拜拜拜。哎哎，沈小姐，沈小姐，哎，阿贝，吴小姐，啊，你们不是要回台北了吗？是啊，对啊，我哥等一下就要载我们回台北，可是我爸说回去之前一定要来跟你打声招呼，说声谢谢了。哎呦，阿贝、嗯，你不要这么客气啦。我也对你没有多好啊，我还对你发脾气嘞。沈小姐，我是专工来给你说多谢，这个水果吼，麻烦你收起来。免啦，真的不用了啦。沈小姐，你就收下吧，这可是我爸爸一点的心意。不用啦，阿伯，这样好了，心意我收下，然后这个水果吼，你们带回去。好、啊。沈小姐，其实哦，是我进前唔对啦。我不应该对你胡乱发脾气啦，因为我后生吼，伊甲等在遮，害我叫是讲伊不爱吵我，而且尾啊吼，对恁的病医哦有一挂误解啦，叫是恁的病医即落医疗品质无好啦，所以甲一挂气哦，拢出在你的身躯顶啦，真歹势啦。不要紧啦，阿伯，我也有错啦。啊，不过沈小姐。经过我一个月观察，发现到你真正是一位工作足认真、做代志嘛足顶心的护士小姐，完全拢无输个台北即落医疗的即落水准啦。所以我今仔日特别来甲你多谢，感谢你这段期间吼对我的关心佮照顾。别你莫遮客气啦，这拢是我应该做的啊。沈小姐，你就收下吧。我爸爸听到你被叫去急诊室，还特别在这里等你一会儿。拍死啦，物件我真正不能收啦。阿伯，这样好了，下次你来花莲吼，来找我们玩。好啦，一定的啦，一定的啦。来，来去坐电梯。好。